当病毒已经离开后以后，有渐渐提升的趋势。全国就诊病例达到18000多人。卫生局上午召开记者会，呼吁民众爱做好洗手的五步骤，勤洗手，而且加强环境消毒，才能减少疾病的传染。台南市今年度累计有3例登病毒，有71型感染确诊，分别是北区7岁儿童、镜头以四肢无力麻痹为主，麻豆2岁儿童以及北河区5个月红孩仔，拢是因为感染造成脑干脑炎，三个拢已经出院。卫生局表示，预防登病毒感染，首先的预防方法是湿搓冲捧擦，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这一周呢是第37周了哈。那所以到36周的时候呢，已经29000多了，哦，那其实呢，看刚才呢，大家看的那个弧度呢，其实今年呢是六度呢，大家都数目字都有往上啊，其实呢，咱爱呼吁咱呢市民朋友洗手是应该解决这个代志啦，吼，所以有当时看囡仔过水，人手就出去安尼吼，所以呢爱先洗手。卫生局再次呼吁学校、幼稚园以及家长，要伫流行的时阵持续注意儿童健康状况，甲活动区域也是厝内建议定期消毒，漂白水会当杀菌，落实手的卫生以及加强环境消毒。只要说你小朋友的活动力不佳，好食欲不好的话，有嗜睡，好那。这样的情形的下，这个症状经过看医生以外还没有好转之下，就赶快送大医院哦，因为我们这样子可以早一起来预防它变成一些肌药型的抽搐或是一个心肌炎哈、哦，所以希望说如果说你在看诊完以后，好像小朋友没有什么起色的，就赶快送大医院。另外，请家长以及小朋友照顾者应该落实手的卫生，以及做好居家环境清洁等防治工作，避免儿童感染等病毒。幼稚园啊，应依台南市相关停课规定办理停课作业。儿童容易接受的佚佗物啊、游乐设施、娃娃车等是重点的消毒目标，共同防止登病毒的发生。记者陈嘉生，东区采访报道。